咱东区厝内兄弟姊妹平安。咱今仔日的世界是真自我的世界，真正注意讲，一定要爱合家己，合家己，咱叫做 selfie 啊。特别台少年啊，就是我，因伫电脑诶，也爱也侪人去注意，也侪人看伊 video。也多人给他一个 like， 也多人安尼对做伊个 follower， 做伊个 subscriber。啊，顶摆出名人最大明星是安尼，伫电影个颁奖，电影个最大明星。但是今仔日呢，最出名人毋是伫电影个咯，是坐伫因个电脑头前咧合家己。今仔日个囡仔。因的志向，毋是想讲要将来要做医生，还是要做先生，还是要做警察，无同哦。今仔日的囡仔，因的志向是要在 YouTube 做出名人，还是要做 Vlogger？ Vlogger 就是伫 Internet 安尼咧写，还是咧合什么？爱人注意，这个是真自我。中心的世界，但是现在咱这个爱人主义，这个爱骄傲的，这个其实不是现代的发明呐，是已经古早的时代已经是安尼落进行。甚至今仔日咱的故事，就是予咱看一个种的款的情形。圣经里面真多真多真趣味的故事，关于人好甲歹，但是今仔日的故事一定是在做一个第一奇怪的故事。啊，你若听你知影讲我什么意思？今仔日的故事，予咱想到约伯的故事，讲开始伫这个人真贵。的地位，然后降啊真正低，然后落尾搁一摆提悬起来，甚至比以前搁较贵。今仔日咱的主角，一开始的时阵，伊一切平顺，哦，伊家己话讲，伊一切平顺，达项真顺利。伊是尼布甲尼撒王，伊是巴比伦的王。伊真有钱，真有势力，甚至伫迄阵时呢，伊是其中一个最得有权势的王。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伫咱但以理书第二章，就是迄阵时伊望起一个真大的像，最后是但以理来解释看这个望是什么意思。迄个。是大概已经过了30年了。那个梦到即阵，这个第二摆的梦，甚至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王，也是伊将沙德拉、米沙甲、贝尼哥这三个人等伫海路内，伊亲目看到这个三个人伫海路内无去消失，乃是国家在带海路救出来。虽然伊有拄到遮代志呢，伊本身看到遮代志，伊无学到伊个功课，但伊历史第五章第20节安尼甲人讲，但伊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，心高气傲，就是心也好真骄傲，也人也真正骄傲，真疑心。甚至呢，行，也是上帝关心这个王，伊阁予伊这个机会，加伊教训伊，是伊一世人完全袂记得的这个功课。就是这个原因，咱才有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。全第四章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伊家己的话，
伊为上帝伫咧做见证。咱继续落去讲，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咱替家己祈祷，替周围的人祈祷，替所有甲咱三个咧敬拜的人祈祷。啊，你也是替感恩祈祷。天父，我们的上帝，求你继续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，让我们顺从你的话语，愿荣耀归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上帝将尼布甲尼撒王安尼叫起。该吃咧，该要当，为着伊的好处，是一切平顺。但是咱诚实讲，咱大家嘛是爱滴安尼款的情形，讲一切平顺，无问题，达项好势好势，伊达项好势呢？但是其实有一项真正无好势。就是伊非常的骄傲，非常非常的骄傲。伊的势力，伊的自在，可以真正骄傲。伊以为伊第高的、第强的，其实骄傲是敬拜偶像的一款的形式，是的。骄傲是敬拜自己，无敬拜上帝。骄傲呢，有法通真侪款的出现。咱若正常看到人的错，人的唔对，也爱批评，这款可能是一款的骄傲呐。现在咱爱。人一直在侮辱咱，一直在侮辱咱，这个也是骄傲。现在咱若无咧听别人的意见，这个也是一款的骄傲。甚至有阵，咱一直咧讲咱做了什么，咱做这项好，做这项好，这个也是骄傲。咱有阵做代志，咱怎样讲会害着别人，咱继续做落去。可能这个也是骄傲，因为尼布甲尼撒王伊的骄傲，上帝给提醒，用这个第二的梦提醒伊，给叫起，为着这个梦呢，伊心未平安，未平静，伊未困，上帝真正出起伊的主意。但是咱得记啊，唔是所谓摇动皆是歹呐。有时咱需要咱受摇动，咱再起舞起来啦。即摆这个 COVID 的代志，这个困的代志，你有听到几个人的故事，是为着这个 COVID， 伊才起舞起来，就要爱来我来找上帝呢。唔知道你有感觉讲，这个 COVID 对你是一个一款的，给你叫治吗？现在你感觉讲，你已经可能咧离开上帝了，但是借着这个 COVID， 则将你都叫来找上帝。现在是安尼，我当讲，这个 COVID 也是帮助我。甲上帝较亲近，希望你也是安尼。尼布甲尼撒王，伊知影伊是伟大，但是伊无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，亲像以前伊梦的时阵，伊照安尼做，伊叫伊皇宫内遮聪明人，大家该叫咧，问因。看，因我当解释这个梦，
欠债债聪明的人，有准会捌有法通解解释一件跩物件，互伊藏伊一件代志，所以伊一直咧。但是你会记得，迄、那个头一摆伊放弃的时阵，跩人根本无法通解讲看伊的梦是啥物，国卡是无法通解解释看迄个梦啥物意思。甚至伊爱将因跩聪明人，伊爱将因毁灭咯，要爱将因大家杀死。那毋是讲单以你来解解释呢，所以大家去杀死咯。一摆，这个第二摆，伊又原是叫跩聪明人。一摆，伊无将伊个梦隐藏咧，伊甲因讲。讲讲看，伊的梦是啥物？但是虽然伊已经该讲了，伊那是无法通该讲讲看，这个梦是啥物意思？但那个但伊哩入来，伊则通了解迄个解释。过一摆，上帝用伊的仆人但伊哩来解释这个梦的意思，从上帝。要讲这个王宫诶，讲尼布甲尼撒王，伊叫真侪无相款诶顾问来去问，但已经问无了，最后但伊哩再来，伊再问但伊哩。伊其实我同渣渣已经叫但伊哩来了，但是伊无安尼做，所以伊顾问。所以，伊咧问伊个人，跩聪明人根本无可靠啊！因无可靠，有影欠债一摆半摆，因予伊个答案是对个。啊，有时伊真哦，因真哦，该讲伊爱听个话，所以伊则一直一咧找因，一咧请教伊。但是一摆，搁一摆，因。根本无法通解解释，因为伊咧去问的人是唔对的人啦，因根本唔是好的指导者，可见有阵因的答案是家因家己发明出来的。有时呢，因是多去问邪灵，所以聪明人多去。请教邪灵，请问兄弟姊妹，咱若有拄到问题，还是拄到什么款的挑战，咱找谁啊讨帮助呢？咱问谁啊的意见呢？咱生命一定拄到真多的困难，啊，真多就需要决定的，真多人。要爱家己讲，因是指导者，还是要爱劝人？但是咱要好好想，好好选择，看咱要听什么的话呢？唔知咱其中上啊，也可能请教跩风水的先生，啊，还是现在咱是问亲人、朋友，还是有阵咱去问参议员？啊，一家做 consultants， 其实问亲人朋友要问做 consultants 无唔对啊。但是，请问，咱有去找上帝无？咱有祈祷无？啊，是咱等已经无办法咯，已经无路通去咯，咱才要找上帝呢？其实，咱就先去找上帝，去问上帝。再去找别人，不是上，咱就学习基督。当但以理听到这个王的梦，但以理忽然间惊一下，伊怎样讲？无好消息。这个王看到但以理伊的目睭，看到伊的面，就怎样讲？但以理，你想的是什么？讲是无好诶咯，但是王家讲
唔通因为这个梦甲伊的解释，予你惊。尼布甲尼撒王其实唔是一个好的王呐，伊真残忍，甚至人真正惊伊。但是上帝原来也是关心伊，但伊你也是关心伊呐。但伊你听到上帝这个解释，这个梦的解释，伊就真正惊。但是上这个王佮伊讲，你唔通惊。你做你跟我讲，尼布甲尼撒原来变作真正强的一个王，啊，真侪人，世界真侪的认捌伊，真侪国家得伊影响，甚至伊的官兵官到啊多级，但是伊上街头骄傲。非常的骄傲，上帝要爱驾驶伊，驾驶伊什么呢？败坏之心，人的心骄傲，尊严以前的确有谦卑。这个是箴言十八章十二节，上帝爱会降低。讲真正个，到尾才将伊国家再提翻起来，通驾驶。这个梦呢，是关于一丛真水真大丛的树。这个树就是代表你布甲尼撒王。这丛树呢，树长落来，只闹伊个根迄块。老嘞，那个棍呢，用铁链啊，用铁用铜给绑嘞，因为伊真正骄傲呢，上帝要将伊降落来，予伊谦卑落来，但是袂将伊杀死，伊失去伊的聪明，伊。行动的思想，可能亲像一只牛犊。七期的时间，但然后伊知影讲，只大只、只贵只，伫人的国中掌管，要将国束缚一罪就束缚一罪。但伊知影这项，上帝才会予伊。国家再聪明起来，上帝再还予伊伊个国，甲一即抗战，但伊呢就劝这个王，王啊，请你听我要劝你的话，王，伊望你着害死，你着害死最好，你着认罪悔改，你着去关心遮。有需要的人，唔通亲像以前，或者你的平安，通过了十二个月，啊，这个梦了过了十二个月，这个王伊安尼伫咧空坎，咧行咧行去，伊咧空坎伊偌高，咧空坎巴比伦偌水，空坎伊所。做的代志，上帝就审判伊。但是你四章三十一节，安尼讲，这个话在王的嘴中也还未讲了的时阵呢，有声音对天降落来讲：“尼布甲尼撒王啊，有对你讲的话讲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。”你的确受赶出离开世人，甲旷野的野兽三合徛，食草亲像牛，却要经过七期。但你知影，只管者伫人的国中掌管，要将国束缚上啊，就束缚上啊。当时这个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，
伊受赶出离开世人，食草亲像牛，心受天怒，拍动头毛长长，亲像鹰的毛，嘴角也是真正长，亲像鸟鸟浪。这个医学呢，医学讲可见尼布甲尼撒王所拄到的这个病，是一个病叫做 boanthropy。boanthropy 就是呢野性，哦野性，以为伊家己是一只牛啦，所以伊咧伊的行动隆重，亲像一只牛，食草啊，无安尼个无去长。其实这个病到现今也好闻啊。但是其实这种的病是真少真少啦，真罕有一款的，罕是有一款的病，但是到今仔日就好有一款的病。上帝可以看到讲，虽然伊以为家己是这么高呢，原来伊是虚薄，伊所有的只有一个一目呢，就隆重退走了，隆重无去。伊七级要伫即款个证明，无清楚看即个七级到底是咩意思？是毋是七年，还是七段个时间？无真清楚。但是主要咱知影讲，即个七级呢，高压通予伊个头毛留啊真正长，予伊个指甲留啊真正长，予伊亲像一只野兽。一只牛，在那段时间呢，一旦无去，伊的王位、伊的家庭、伊的钱财、伊的势力、伊的朋友，交在亚述三合起，食因所食的。唔知恁有法通想象，这个是甚物款无？是我咧想，其实这个代志。对于我周围的人较同款啊，我周围的人看到因的王安尼咧艰苦，因心内感觉艰苦。这个王呢，伊本身也唔知啦，伊也唔知影讲，这个唔是正常，伊以为是只牛，所以照只牛咧做啊，无感觉艰苦，但是伊无骄傲的心，无骄傲。第四章三十四节就按你讲，日子满足，我尼布甲尼撒结目恩天，尼布甲尼撒结目恩天，我的聪明伏归伫我，我便称颂至贵者，俄罗尊敬。活到永远的上帝，伊的权柄是永有的，伊的国存到万代。世上所有的居民，拢算作富无。在天顶的万军，甲世上的居民中，伊拢凭家己的意志行事，无人会拿做伊的手。阿神问伊讲：“你伫咧做啥物啊？”迄时，我系聪明，服归予我，为我国的荣耀、威严、甲光耀，也拢服归伫我，并且我的牧师、庙师、甲大神也来召见我，我可要建立伫王国。在各位中，最大的官兵不加天乎我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俄罗尊崇恭敬天顶的王，因为伊是所伊所做全拢诚实，伊所行的也拢公义，迄个行动骄傲。伊会工作秘密，
咱注意到遮伊个处事是怎安尼？头前伊夹目王子，虽然尼布甲尼撒王伊安尼款个情况，伊个思想可能真像像只动物，伊落尾则夹目王子。承认上帝，以前伊目睭之后，规日看家己，是我，遮是我起的，我真正牛，我真伟啊！但是即阵伊知影讲，毋是伊，是当伊夹目往天的时阵呢，伊。聪明就安尼归回来，就挖来了，伊个得到伊个聪明了。是同款，亲像上帝应允伊个，伊个威严甲光耀也拢服归伫伊，甚至伊个描述甲伊个大神也来调见伊，伫建立伫国位顶。极大的官兵国家之后，是伊夹目往天的时阵，上帝将遮逐项都托予伊，甚至予伊搁较侪、搁较有能力。上帝清楚讲，但啊，伊会晓要承认上帝呢，上帝就要将遮都还予伊。伊应该意思要先了解，看啥伫咧掌管啦，讲毋是伊啦。当伊往上帝看的时阵，上帝就搁一摆足。伊以前所用的词就是讲我，但是即阵伊受改变，伊无好一直咧讲我，乃是。伊一直咧讲，伊指着上帝，是伊都得着伊个威严，伊个光耀。但是伊即阵知影，这个毋是伊家己得来啦，是上帝赐予伊个。伊现在就承认至贵者。毋是阁承认家己咯。以前伊想说人袂用问伊讲，你干哪咧做安尼啊？伊真空空，伊做王，伊想说伊逐项会用做，但是现在伊知影讲，原来是上帝，才是有即款的关系，即款的权，伊会用做伊所爱啊，无人会用去问伊。伊现在。就了解讲，伊家己是父母，亲像所有世界的人，拢是父母，伫上帝面前，拢是父母。现在尼布甲尼撒，伊荣耀上帝，俄罗伊，甚至已经公开会为上帝做见证，见证上帝的伟大，上帝的荣显。兄弟姊妹，唔知你有想到无？这章的经文，这个单以理书第四章，伫圣经内，这章是真特别呐。为什么真特别呢？规章对头到尾，拢是一个以前无信上帝的人咧讲话，但是这个无信上帝的人已经信了。完全规章就是咧为上帝做见证。伫即堪站，咱三合情咧，三合思想几条问题，三合严察咱家己的心，审察咱的心。第一呢，是毋是咱有咧承认上帝？
在我们的生命的观点，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认识，我们有在承认祂吗？还是我们以为自己够呢？我们在合书上这点，你在各项真顺利，真平顺，不是无拄拄，意思讲各项好些呢？可见你各项顺利，但是足问，真正是无？真正各项好些无？那你记得你不管你啥，以为各项是平顺，原来上帝要给吃吃嘞。要给摇动者，给叫起。为什么呢？要让知影讲，伊甲上帝无好好。要爱知影讲，伊需要转目向上帝。上帝伫你的生命伫倒落啊？你有真正清楚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无？圣经讲，人人拢是罪人，拢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咱人拢是罪人，唔再可能讲，你也可能靠你家己，好啊，你以为家己好，要尽量做好，要爱得到上帝的悦纳，上帝的接受。以为家己有够嘅好，通和上帝接受呢？这个是唔对诶，这个是唔对诶，这个是第一段嘅骄傲。因为咱以为咱家己有法通救家己，有法通靠着咱家己所做嘅通得救，啊，这个是唔对诶，这个是误解。咱只能就靠主耶稣救咱，咱才通得到救。咱就承认咱家己无法，咱就投降耶稣，才通来救咱。你若也未清楚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呢，我爱鼓励你，你唔通等上帝给你大摇动咯，你才要来寻求伊。即阵。就来拆救耶稣。若是欠债，你已经基督徒了，你就确定讲，你无要爱抢上帝的荣耀，就是你无将荣耀讲你当顺利，你以为是家己创的，家己搞，家己聪明，你无承认上帝。在你的生命在做工，我们就承认上帝。现在你的生理，还是你的工作，还是你的家庭，还是你在学堂里一项真好势，就俄罗斯，就俄罗斯将荣耀归给伊，唔通唔肯的，咱就为伊做见证。亲像这个王尼布甲尼撒，在众人面前无见笑，会讲人讲上帝在我身边有这几点好处，咱唔通骄傲，因为上帝无要将伊的荣耀甲别人三分。第二个问题，唔就可能你现在有拄到什么款的困难？唔就可能讲上帝超工要用这个困难，佮你摇动者，佮你吃者，通乎你要活来找伊。唔就可能讲上帝要用这个困难，要爱教训你，要等你夹目往天的时阵，承认上帝。一家都给你救出来，
帮助你。第三，你需要多一方面认罪悔改。尼布甲尼撒王，伊拄到这个代志，伊才学习伊个功课。真可惜，迄个刷野王贝尔沙扎无学习这个功课，上帝审判贝尔沙扎。咱三合眼头来祈祷，天父，阮个上帝。阮承认你做唯一的上帝，无别位。求你加持阮，予阮袂骄傲，以为要想家己，乃是予阮会晓要学罗你，要仰耀主的名，要将你的好处宣扬，予大家人听。让人通学习，要来归向你。感谢你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